之前刚结束在内地的一个巡回的表演，那今天呢也是我在台湾的第一场校园，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对，但是为什么前面要空这么远呢？因为怕危险吗？好，是可以往下去的吗？那如果我下去的话，各位同学们不可以推挤，好不好？ 好，那我现在呢，这首我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《好想放假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哇，那我唱我爱的人好了，既然怕臭怕了的话，会唱吗？好，那我唱你们知道，那我要下去了，好高啊！我知道，故事不会太曲折。 我总会遇见一个什么人，陪我过没有了他的人生，成家立业之类的。Hello，他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。 他说。